近来话题度最高的综艺一定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了，尤其请来了宁静、伊能静、钟丽缇这样的大前辈姐姐，一个姐姐就是撑起一部综艺的存在。在李宇春创作的主题曲《无价之姐》上线后，姐姐们就纷纷发起了姐姐舞的挑战。这不，当姐姐钟丽缇和姐夫张伦硕一起现身机场，钟丽缇听到大叔放《无价之姐》歌曲之后，热情教学，让大叔也忍不住手舞足蹈。这魔性的旋律果然洗脑又火爆，结果越跳越嗨。钟丽缇和张伦硕一起同框大秀舞姿，姐夫版本的演绎也很是让人惊喜。不过虽然大叔学会了舞蹈，但是也没能逃过吃狗粮。钟丽缇和张伦硕的感情也太好了吧，小编也干了这碗狗粮。钟丽缇在姐姐的初舞台跳舞娘的表现还历历在目，张伦硕在哥哥舞台就跳了老婆跳过的表演，姿势妖娆，动作标准，连眼神也和钟丽缇如出一辙。